跟不上妈妈的小狮子心里很着急，他想走近路赶上妈妈，却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。然而正是这种危险激发了狮子妈妈的母性，狮子妈妈终于不忍完全丢弃小狮子，准备搭救自己的孩子。小狮子喝足了水，解决了连日来的口渴。他再一次来到妈妈身边，小心翼翼地靠近妈妈，